云林县是全台湾种植花生面积最多的一个县市啊，我们大概占全台湾的75%，种植的面积超过14000多公顷哦。所以呢，我们针对花生本身啊，除了我们呢、在一级的生产之外，我们也希望提升到二级的加工，那三级的行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啊，即将在12年举办啊云林花生季。那结合了我们虎尾镇农会、园长乡农会以及北港镇农会哦，那这个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产地。那我们呢、像看到我们所有的花生啊，跟很多很多的这些产品来做啊加工哈、来升职加级，然后在这里哈 期待大家11月25号、26号来到我们啊这个啊园长乡农会哈、来参加我们的花生季。那这当中很特别，有哈、在啊花田啊这个花生田里面拔花生呢、哈，所以我想这个闯关的游戏的体验呢，应该全国的孩子啊亲子都可以来一起哦。到我们的花生田来哈，那12月2号呢，跟12月9号都来到我们虎尾镇的农会来参加我们花生季的活动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到北港哈，那北港我们在北港糖厂这个地方刚好也有云林后宫学，那再加上我们宗教文化当中的野狗啊哈，那所以呢，寡杯你得当提着我们好事花生的啊这个产品呢，所以我在这里邀请大家连续3周啊都可以来到我们云林县哈，那你一定会好事花生。